每一步都是新的一里路，改变没有终点。人们想要更便利，所以全家讲求速度，运用科技让店员更轻松，生活变有趣，人与人之间变得更温暖。人们想要更安心，所以全家坚持鲜度，掌握从产地到餐桌的每一个细节，像家人一样照顾你。人们想要过得更好，所以全家发掘多元的可能性，打造健康美好的生活提案，因为生活的原味更有滋味。全家在乎人与人之间的温度，除了美好的消费体验，也想创造与你的美好回忆，因为分享的快乐无可取代。我们和你一样，对这块土地有深刻的情感，也希望打造一个爱心公益的平台。生活的节奏不会停止，新形态服务的进化也不曾休止。因为创新无所不在，生活便可以自在。全家新形态店铺打破消费者对便利商店的想象，创造更多新的消费体验。在匆忙的生活中，我们希望透过一杯温暖的热咖啡，一个新鲜的夯番薯，一个 APP 上贴心的小提醒，跟店员发自内心的微笑，温暖你的心。30年来，像家人一样在乎你的每一天，是不是更美好、更便利、更有趣？全家就是你家，欢迎回家。